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王子街的邓记米线，让我们先来看看店内的环境。接下来这边是菜单。他们家还有一个会员价，需要充值会员卡。点了一份招牌的云南过桥米线，吃完他们家每次回来感觉嘴巴都特别干，可能味精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烤羊肉串还有烤猪蹄是比较推荐的，今天我们也点了。点的套餐送了一杯饮料，这就是招牌过桥米线啦。羊肉串来啦，点了十串。对面这份是酸菜鱼米线。好啦好啦，服务员在开始下米线的配料啦，有小酥肉啊、鱼豆腐啊，还有北极贝、鱼片，还有些什么火腿，居然还有菊花。有什么吧，有小酥肉、鱼豆腐、北极贝、蟹肉棒、鱿鱼，还有各种其他配菜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猪蹄啦，烤得非常好，不会特别油哦。这一份是麻辣牛肉罐罐粉，我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。配菜有金针菜、木耳、海带，还有牛腩。好啦好啦，吃吧，感谢关注，谢谢点赞，下回再见。